就我们这种非西方人来，一开始来，不出来的思考。那么
们有的人认为说这是因为希腊语的特性所形成的一种思想啊，那这个见仁见智啊。那的确，那他的那个基本想法是这样子的，就是那个可能这个用西洋的语言比较能够表达，也就是说，当一个东西这其实很难讲啊。你可以看说 never shall be prevail that think they are not they are not are。 那么硬要翻成中文的话，你可能说那个不存在的东西不存在，但你会觉得说他什么都没说，不存在的东西都不存在，对不对？ They are not me, are not me, are not。 那这个就是身上你会发现说在中文里面没有这种 be 动词的用，可是在希腊文以及后来说的西洋语啊，那我们常常用新同的小时候学这个英文的时候写 there is， 那我们都会把它小时候不懂事都一般说那边有一个，知道 there is 并不一定是那边有一个，知道那个根本就没有那边的意思。 there is 就是代表一个存有，有一个东西。所以这边的话大家强调，如果有一个东西在那边的时候，它就一直在那边，所以它不可能是怎么样变成没有，因为没有的东西不从来没有办法存在过，因为他认为怎么样，没有的东西不存在的东西本身怎么样，这听起来很奇怪，对不对？不存在的东西本身是不存在。那么所以这个其实是严格来讲是在希腊文里面的这个意思是有，基本上希腊文没有语它是另外两个字，但是对应到英文来讲，这里其实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描述性的，你的脸是圆的，这个这只鸟的羽毛是白的，这种 is 是一个指示性的，但是另外一个 is 是怎么样，是代表存在什么的，所以在这边的话，也有人就认为说，这个上古的这个帕里维纳斯的哲学基本上就是这个语言的一种表达啊，就是说 there is a tree。那你就觉得说 there is a tree 好像是说那边有一个东西，我去描述它的 there is a tree 啊。但是 there is a tree 那边是不是他是讲说那边有一棵树的意思？他并没有告诉你 this tree is 什么 tree 啊 ，pine 哦 ，whatever 啊，是松树的树，没有。那但是呢，当然所以说到近代来讲，有人就认为说这套的思想是一种语言的误用啊，因为如果有一个符号它有两个意思的时候，你把它 mix 在一起，那就是它。这是你不用。那另外面有另外一种想法，说其实这是一个更深层去面对世界的一种，这个语言只是反映出我们面对世界的一个感受。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哲学并不是你想象的这么简单。那么，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所谓 ontology 存有论啊，在西洋的哲学里面一直存在着啊。那么是对我们东方人来讲。一直都不容易，不太容易去理解，所以我们的语言习惯没有那，事实上我们也不会，我们的思维一直都不会有所谓的这种存有的这种概念。就存有当然是我们知道什么是存有，但是我们对它没有特别的。所以呢，那么这个当然，所以在这当然是对这个巴勒斯的哲学是自古以来就充满了很多的争辩，因为乍听之下这是跟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十万八千里啊。那之前的哲学家的想法，事实上你会觉得至少他还可以，就算不怎么同意的话，你还可以明白啊。但是到了巴里门德斯的时候，事实上这是西洋哲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突破，它好像是已经到了一种新的一种纯净到一种地步，是你必须认真的思索才能去理解，而且它是就不容易都引起群众。好，那么这边的话呢，就有几个就是它的长篇段落。可以看一下第一个长篇啊 ，thinking and the thought that is are the same， 就思想跟 thinking and the
想这个动作跟思考本身是一样的东西。我用 when I found thinking about the body in relation to which is altered。那么后面的话呢，就是要说你说你的思想，就是代表这个思想的动作，这个思想这件事情，基本上是你思想的这个思想，这个思想是你正在思考的这个东西，没有办法脱离思考这个动作去谈思想这个事情。好，那第一再过来怎么样一个啊？说 to be aware of the to be understand， 就是存在跟怎么样感知是同样一回事。如果不存在的话，只是能感知到。It's necessary to speak the big bucket. Being is nothing is not. 所以这些的长篇论点实际上都是被就越来越困难啊。那也就是说，所以各位大家啊，所以这结论是怎么样？他的结论说，这个 is 它不可能是怎么样，是说没有这个。但也不可能，没有东西为什么没有出发？没有东西存在，没有东西可以从无。我们中国会用无这个字，可是其实这很麻烦，因为希腊哲学里面它有 void， 我们后面会提到那是虚空，但是希腊哲学没有无这个概念，因为我们的这个无的概念是相对于有这个概念产生的，而这个有跟无并不是绝对的。那这个是中国道家发展出来的独特思想，所以当我用有啊无啊，就发现这些西洋哲学的时候，很不幸的啊，会造成许多的问题，这是困难的。所以，那么我们勉强啊，用中文来去表达的话，存在基本上必须怎么样？既然不可能从无变成有，那也不可能从有变成无，所以有就是有，就存在不可能。永远存在。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存有如果是永久的话，那你可以想象存有是不可能改变的。所有的改变，就是说 ，OK， 好，这个东西是 A B， 然后呢 ，B 不见了，变成 A。那既然所有存在都是长存、永存着的时候，那没有办法造成任何的变化。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大胆的一个描述，告诉你说，把你们的身认为这个是。整个我们认识到的真实世界应该是怎么样，完全没有变化。那这样子来讲的变化是什么？所以，啊，你可以想象变化跟存在，这个就是说把运动跟存有，就形成一个矛盾的地方。特别是呢，你可以想象的话，运动的话，是从奥运中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那这个问题就来了，当你从 A 到，跟我讲，你从 A 到 B 好，各位，你现在是。已经接受了这样一个空间的概念，你可以说啊，你从 A 到 B，A 本东西本来在 A， 那 B 这个地方没有东西，然后 A 呢就来到 B 这个地方，那么 A 这个地方就变得没有东西，东西就跑了，听起来很自然，但是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必须假设在 B 那个地方原本是什么呢？是一个虚空，是一个没有东西的地方，这样子后面的东西才能搬过去，要不然你就会挤出来了。但是呢，在帕里门的世界想法里面呢，这个虚空 void 这种东西啊。就是那个意思。如果没有东西，它必须是没有东西在那。那既然那没有东西不存在了，它只 never exist 的，所以 void 也不能存在。就是没有 void， 那如果没有 void 的话，所有的运动都是不可能的。所以它勾勒出一个很奇怪的世界啊，就是一个永存没有变化。那你说这怎么可能啊？在这边后面这边有，你就发现说它勾勒出来的世界啊，这边是一些大家想啊，长篇。而腐化 encourage 啊，什么东西怎么可能会灭？灭亡的话，它是从有到无，那有怎么可能变？因为从来不存在。好 ，no one once, no will be, then it is now all together one。如果是这样的话，当然后面有运动就没有变。事实上，你可以想象，那接下来他把运动跟变化这些连接在一起。在希腊的里面，希腊的观念里面，运动跟变化是一两件，其实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当然，我们就会觉得说，运动跟变化是不一样。变化是说我东西气质改变，运动是说我这个东西位置改变。但是对希腊人而言，运动只是变化的一种。那变化的话，代表
有一个东西变怎么样拿开来，那么换成另外一个东西。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你可以想象在巴伦尼德斯的思想里面，没有运动也没有变化，所有东西是怎么样，是永存的啊，是永存的。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奇怪，但是他的论证完全是出发点是我们的语言。那当然了，这个只能说好像是有点模糊，对我来讲是跟我的经验完全不能一致的。所以你对巴伦说这个东西怎么能够存在呢？啊，这样的思想，这样的一个思想的话，怎么可能会有影响力？事实上，啊，他的门徒马上就后来就制造了许多的所谓 paradox 啊，而这些 paradox 里面呢，他就具体的给出几个例子，告诉你运动其实是你产生的一种幻觉啊，运动是你产生的一种幻觉。那所以他的弟子 Zeno 芝诺哈，我翻成 Zeno 哈，那他就怎么样？为了发扬他老师的学说，他就有很多的论证啊，论证。那这些论证当然后来就留下来了。怎么留下来呢？基本上我们知道这些论证是从柏拉图的著作来的啊。柏拉图有写那本《巴伦尼德明德斯篇》啊。那 Zeno 里面的论证呢就很出名，而且论证就是所谓的。后面会提到啊，阿基里德跟乌龟赛跑非死不动。那么简单来讲，他都表达一件事情，就是基本上运动是不可能的。啊，那这个阿基里德跟乌龟呢，你可以看得出来，一开始呢，啊，阿基里德在乌龟后面，那乌龟会跑，阿基里德也会跑，阿基里斯啊，那阿基里斯当然大家看过之后都知道是希腊的勇士。对不对？当然，体格健壮嘛，很快。所以在阿基里斯跟乌龟的这个诡辩里面呢，他是这样讲的啊。你看，哎，乌龟跟阿基里斯啊赛跑，那阿基里斯一开始在后面一百米啊，当然当时没有米啊，那就是一，假设他在后面一百米啊。那么现在阿基里斯开始跑了，那阿基里斯跑的时候呢，乌龟也在跑啊，啊，那你会发现呢，哎，阿基里斯呢跑了100公里。以后呢，啊，这是不是就是赶上乌龟？对，因为乌龟有，它要跑10公里。啊，阿基里斯再继续跑呢，哎，乌龟又继续跑，也跑了。所以每次当阿基里斯跑到乌龟原来的地方的时候，乌龟又往前跑。所以呢，如果在有限的步骤里面，你就会发现怎么样？听懂就阿基里斯说，阿基里斯永远。各位，这你学过简单的，你如果运用我们今天用简单的物理的概念，这问题一下就解决了，对不对？你用速度这个概念，你可以说我可以算它速度，那什么时候阿基米德会跑，跟乌龟一样的距离，对不对？但是问题就是你仔细想想速度这个概念，就问题就出在一个词，关键的字眼上，有限，有限啊，有限。这么，所以其实你可以想象速度这个概念是它是怎么来的？啊，你简单讲，说我跑多少时间除以多少，我跑多少距离除以多少时间。但是呢，在这边的话，你是设想时间好像是连续的东西，可是在这边的话呢，在阿基里斯跟这乌龟的赛跑里面呢，时间是只能是怎么样，是离散的啊，说一段时间你跑多远，一段时间你跑多久。所以你就会发现，如果这照着这样子的想法，如果时间有一个最小单位的话，那的确是都会发生，阿基里斯永远追不上乌龟啊。那当然会说时间为什么可以是有限的？那这个关键就来了啊，关键就来了。这其实呢，啊，或者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因为阿基里斯跟乌龟之间怎么样？其实它，我们可以说它是隔着一段距离，可是这段距离里面有多少个点？有无限多个点。怎么阿基里斯呢？一次赶上乌龟几个点，一段时间赶上几个点，那永远赶怎么样？赶不完，无限多个点，无限多个点，那永远赶不上去。那这一个，所以它的观念就在于说，你今天会觉得这个是无稽之谈，但是你并没有，你如果再仔细想一想，它有它的道理在。如果时间是离散，每次只能动作的是一段有限的时间的时候。那么下一个论证叫 face 不动 ，error paradox。那么这个其实也是把刚才这个有限的这个含义就表现得更清楚。你可以想象得到啊，从时间 A 到 B， 那你可以发现，啊，Dino 就拉比是这样子的啊。你可以想象。
这个时候就做的是。好，各位，那么基本上一样的，其实是类似的。你会发现说，这个飞鼠不动，为什么飞鼠不动？如果在特定的一个时间里面，那么说好，飞鼠动的这段时间在这么多，那你把时间越缩越短，是不是飞鼠动的越来越小？所以在特定时刻的时候，飞鼠是不是一定在某一个地方？对不对？飞鼠一定在某一个地方。好，那么。也就是说，他认为说，事实上是。
想那边啊，搞定时刻，就是说你不能把时间想作是无限多个时刻所组成。那时刻的话，段时间，那一段时间里面，你可以再细分更长的时间，但你不可能永远在加剧。换句话说呢，某种程度上，阿里斯托德是认为时间其实有一个最小的单位。那么，如果时间有一个最小的单位的时候呢？那么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你不能就不能把它当作是某一个时，因为某一个时刻并不在时间之中，所以在某一个时刻里面，这把剑一定是在旁啊，一定是在旁。那么所以这就是要破解 Zeno 的 paradox， 说哦，这个东西是怎么样，在每一个时刻都没有动，所以它没有在动，因为时刻跟时间是两个区隔的概念。它在每一个时刻看起来是静止的，在一个有限的时间里面，它其实是有在动的。那当然，这就到那这样的话，你就必须讲这时间有一个最小的单位啊，最小的单位。那你又觉得很奇怪，那时间为什么不能继续分下去？那亚里士多德并没有给出解释。那当然，我们今天某种程度上，事实上这个亚里士多德也不是那么你想象的那么的不对啊，没有。这么后面会提到时间、空间这些概念。如果我们把它当作是一种学讲的概念是一回事，你要在物理的测量上去测量它是另外一种概念。那么大自然有没有一个是不是有一个限制，指的你的时间测量事实上都没有办法，是不是有一个最小值？那这是牵扯到时间的问题。那么后面会提到啊。那么当然呢，在这个阿基米德呢，在公元前212年的时候呢，他就得到一个。另外一种看法，这个看法当然是比较接近我们现在的看法。你把无限多和无限少加起来，你会得到有限的。换句话说，如果这个有限的东西，我切割它无限等分的话，每一个等分都是无限小，但是无限多和无限少加起来是会是一个有限的。这个 Zeno 绝对不会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东西，对不对？但是你注意到他们隔了300年，那这个基本的概念事实上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基本概念。所以各位，你可以发现。我相信你，如果不是理工科的同学，你一定听过微积分。那么你可能会觉得微积分就是一种数学工具嘛，但是其实你可能不知道的是，微积分之所以能够发展出来，它背后，它在希腊数学理论的末期才隐隐约约快要发展出来，但是没有成功。后来又经过了漫长的时间，一直都没有被发展出来，为什么？因为它背后有一个思想上的困难的地方，就是怎么去处理无限小和无限多。那么，所以其实你可以想象到，这个你视为理所当然的概念背后，其实是隐藏的，讲的困难的问题在那边啊。那么这一套的所谓的分析学呢，事实上，当牛顿他们、莱布尼兹他们弄出来以后，一直受到哲学家的攻击。那一直到等到19世纪的时候，才有办法啊，用严谨的数学语言将它表达出来。到19世纪，所以我今天如果你是理工科的学生。你今天学的 Epsilon Delta， 你可能觉得很烦，对不对？可是呢，如果你用直观的方式的话，有时候你会在一些特别的状况下你会出错。但是如果你熟知这套所谓的 Epsilon Delta 的方式的话，那你就可以基本上就不会出错。那这套所谓数学上的分析啊，这套理论事实上是一个西洋文明的一个非常高度的成就啊，非常高度的成就。我希望后面我们能够有机会。所以你就可以知道，科学的发展不单纯说我们希腊，我们知道说希腊人是能够撒下了很多科学的种子，但是希腊人也受到他们自己的限制。那你可以发现，希腊人并除了阿基米德以外，没有办法发展出微积分，是在他们基本上没有办法去接受什么叫做无限对他们也是一种恐惧的东西啊。那另外一个出名的问题就是像无限小数。那各位，你知道像拍就是3.14，因为那个是无限小数，它不是有理数，你找到任何两个，把它写成，你不可能把它写成两个数的商，对不对？那么对希腊人而言，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啊，因为他们的数学基础是一个叫做可以共通的，就是说所有任何两个量，你就可以找到一个最小基本单位是怎么样，是共通的。那如果这是对的话，所有的数都应该可以表达是。有理数嘛？所以希腊人只承认有理数，其实他们已经知道有无理数，但是他们怎么样没有办法面对这个事实
那这要说要处理这种东西问题的话，不只是说你在技巧上要有所发展，这不是技巧的问题，这是思想的问题。所以在科学的背后，事实上是你没有办法脱离思辨的这个部分。所以严格来讲，整个科学它有三个重要的传统，不只是说数学传统跟实验的传统，那还有一个 spectaculation 的传统，思辨的传统。那你可以说，这思辨的传统是不是在其他的国民里面也有嘛？啊，如果你对战国的这个所谓名家的思想，公孙广惠思，你会发现跟金融的这些论证似乎有几分相似的地方啊。那么，但是事实上，中国并没有开放出像，所以大概讲数学传统，并不是讲广义的数学，不是特别指的是系统化的像几何那样子。这个中国是没有的，中国在实验的传统上，当然中国也有去观测许多的东西啊，但是它并没有构成一个实验，所以科学是需要三个传统怎么样结合在一起。那希腊人就受限于他实验的传统里面受到了一些障碍，所以虽然他有非常强的数学传统，那也已经萌发了一些实验的传统。但是最后并没有开放这些的科学。那当然，那这个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讲这些听起来很玄的这个希腊哲学呢？事实上，因为这正是引导希腊人走向所谓原子论的一个关键啊。那么，从原子论的关键里面，事实上它，我们在发现巴勒尼的是他否认任何可能的改变。那当然，实际上你会发现说改，事实上变化是在你怎么去解释。我们感觉到的这些变化，特别是一个希腊人活在一个非常常发生怎么样气候变化非常剧烈，然后地质变化相当剧烈的地方，所以这个是我们从亚里士多德所讲的，说亚里士多德的看法是说，狄蒙克里特斯跟 Nepocinus 呢，他们之所以会提出原子论，其实思想的渊源是从巴比伦的诗而来的啊，巴比伦的诗而来，因为对他们而言呢，他认为说所有的东西呢。其实就是说，他们认为巴门尼德斯的想法某种程度上的正确性，就有的确有东西是不会毁灭掉。那但是不是万物都不会被毁灭掉？我们会感受到有变化。所以其实问题就是说，那我们怎么解释这些变化？这些变化就是那些并不会永存的、永远不会毁灭掉的东西的怎么样组合改变的哦，这是有可能的，对不对？所以很自然的说，巴门尼德斯的思想在下一步出来。你就会认为说，这个世界也许是有一些基本的组成的部分，那个是永远不会改变。那他们之间也许可以组合出不同的东西，但是他们组合方式一改变，我们会感觉到说改变，但实际上那个本质的最后的那个基础的部分并没有改变。所以这个是我们这并不是原子论自己这样讲，这是亚里士多德的看法。所以原子论的话呢，依照亚里士多德的话。那虚空这个东西是巴勒尼德斯所不能赞同的，但是如果你要接受原子论的话，那很自然的，原子必须能够运动，那运动当然要假设是怎么样要有虚空。换句话说，这个空间就你必须假设有一个空，有些空间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原子，那么从原子可以从纯它 A 到 B， 从 A 当它在 A 的时候 ，A 有原子 ，B 没有原子；当 A 到 B 的时候 ，B 有原子 ，A 没有原子。OK， 这是可以允许。所以这就是这个原子论的一个怎么样最简单的大概啊。那么，那他们甚至也有简单的论述，那都是说运动。那既然是原子的话，那原子是否有在运动中的话，那什么东西才能阻止它呢？所以那个。一定是怎么样？是被原子的运动只能被原子当阻止住啊，阻止住。所以原子跟原子之间势必是怎么样，就会产生的碰撞啊。所以这个慢慢就一步一步原子论的那个推论就慢慢出来。那么科学史家霍克曾经就讲啊，那么在巴门尼
哥斯里面思想里面成分 真正值得重视的，就 really new 的部分是他用公社来推导的方法，也是他是从语言的用法，他怎么样？他这样一个讲，他会告诉你说有些是怎么样 ，self contradict， 是他的一个最厉害的工具，就是让一个命题怎么样自我矛盾，但自我矛盾命题是错的，所以他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去制造一些自相矛盾的命题，让他们看起来是错的，来达到他认为正确的啊。所以乍听之下跟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完全相反，而原子论呢，就是 Leucippus 跟 Democritus， 他们用的方法是怎么样？更高明一点啊，他是用一个假设的推导的方式啊。那这个方式事实上啊，就 Popper 来角度来看，就是现代科学的方法的一个部分。那这是很高明，就是你可以进。实际上，现在的科学，你可能以为说啊，单纯就是做实验，然后观测，然后就可以得到。如果你真的这么做，你永远不会得到科学。虽然科学的话，我讲过它的思辨的传统，我这个思辨传统啊，有一个很精彩的一部分是所谓的假想实验。假想实验啊，而这个假想实验就是一个理想状态之下，你永远不可能真实去做，但是你可以被用的类推的方式，然后假想出一个实验来，得到一个结果。这个当作是命题的开始啊。那么，当我们以后讲到这个力学系统的时候，比如说牛顿三大力学的时候，惯性定律这些东西，事实上就完全是 hypothetical deductive 的一个方式最好的。好，那么当然这 Leucippus 呢啊，那当然大家比较少听到啊，据称他是原子论的始祖啊，但是我们啊。困难的是，我们不太能够分辨他跟狄蒙克里特斯到底哪些话是他说的，哪些话是狄蒙克里特斯说的。我们大概只知道说 ，Leucippus 应该是这个狄蒙克里特斯的老师。那两个人的思想和中心人是怎么样的啊？我原来是在一起，所以后代甚至有人怀疑他是不是真的这个人。那这个画像当然是后代的猜测。那么当然，接下来这个狄蒙克里特斯，他的名字是 Chosen of the People。这很有意思啊 ，Democracy 的字根就是从这里来的，对不对 ？Democracy 啊，那它是一个色雷斯啊诞生的一个希腊哲学家。那色雷斯其实在今天希腊的北部一带啊，但是并不是希腊的中心地方。你有没有发现到说这些早期希腊哲学家都不是在希腊的本土，而是在希腊的殖民地或者是在近边疆的地方？好，那么当然，关于狄蒙克里特斯也有相当多的神话啊。他有一个称号被称为是笑的哲学家啊。那么，在传说中他活了将近100岁啊，这在古代是不可思议的啊。那么，所以这个我们也提到说，他的这个思想跟他的老师呢是怎么样？事实上，常常是怎么样，你很难分辨。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就把这个原子论整个归功到狄蒙克里特斯的啊，狄蒙克里特斯。那么据说呢啊，柏拉图跟柏拉图知道他，而且柏拉图非常的讨厌他，所以说他甚至希望怎么样啊，把那个德蒙克里特斯的著作全烧掉。那实际上德蒙克里特斯的很多著作，就是透过第二手的资料留下来。那么，所以什么是原子论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在哪里？事实上，就在于他去怎么解释。我们知道，希腊人一直哲学，希腊哲学一直尝试的去解释这个世界，尝试的去寻找这个世界的基础物质，乃至于去寻找它的进一步，后来再寻找它的基本规则，对不对？本来是在找它的基本物质，后来发现，后来有人认为说，也许数字，乃至抽象的东西才是最基本的，啊，甚至到后来是个肉。那么，但是呢，你在解释一个东西的时候，你解释它，等于是要解释变化，为什么从 A 会变成 B， 对不对？啊，那么，但是呢，这个希腊人的解释其实是，事实上解释是一个很多样性的活动，对，啊，人家问说你为什么要走这，你要为什么要走这条路？说哦，我要到那个地方去，所以这个解释的话，就可以变成就是说哦，这是目的，对不对？目的是一种解释。
你为什么今天要来上课啊？因为我要去，我要得到学分，所以这是你的目的。所以解释的话，有时候师傅讲出动机是一种解释啊。那或者说解释，比如说哦，为什么这个桌子啊是什么样？那有实际上比如说哦，一个解释说，哎，这个桌子是怎么样四四方方的，那个有点让你可以在上面写东西的，所以。那另外一种解释说，这个桌子基本上它原因，你等于说解释这个东西的原因。但这个说啊，这个桌子是木头做的啊。所以其实到了后代的话，亚里士多德提出四因说嘛，你要去解释一个东西，就是要讲出那个东西的原因。那在他的解释里面，原因又分成四种啊，这是什么做成？这是什么形状？它的形态是什么？就是形式因嘛。那是什么东西做成的？这是质料因嘛。那这是拿来干什么的？这是目的因。然后最后一个是怎么，这是怎么被造成的动力因？但是这四因呢，事实上这是亚里士多德的系统。那如果在原子论的系统里面就没那么多因了。所谓的原子本身，如果是最终极的真实的时候，所有的东西其实怎么样，也没有什么目的因可言，因为原子怎么动就决定的这个世界，这个物体的命运嘛，对不对？所以呢？他跟亚里士多德跟柏拉图都不一样的话，原子论呢，他在解释任何东西的时候，他只有一种解释。啊，那我这边写一个 chemical 的 explanation 动力的解释。这个东西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它内部的组成的部分的怎么样？之间的什么？碰撞，对不对？你为什么觉得这个香？因为有香的原子去碰，有原子去撞到那个你的鼻子的嗅觉的这个感官的那个接收器，所以你就觉得是香。你为什么会看到这个东西？因为有原子去撞到你的可以接收颜色的这个接收器啊，它并没有神经的感觉啊。那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去出发的时候呢，事实上啊，非常有趣的是，这样子的一种世界观是跟我们今天物理学家的世界观非常的接近。对于物理学家来讲，你不能跟你讲说啊，这个粒子有什么，它打算去哪里得到什么。这个粒子说的这么好，是因为它的周遭的环境决定它的运动方式，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这是一个从这个角度来看，跟我们现代人的想法是如出一辙。另外一个，我这边画了一个图啊，这画了一个八点，就是一个东西，一旦你上行的发展了以后，它就照着这个发展带动它的力量去。所以这个完全是怎么样？就取决于你的这个一个东西的行动，任何一个东西它的行动就取决于它内部结构的怎么样的之间的interaction相互作用的。那这个东西相互作用，如果是一个永存的东西的话，那这个东西并没有什么怎么样，这个就自然就这样走下去，一切都是自动的，都是被决定好的东西。那么。所以这个其实如果是这样子去看待的话，你会发现原子论的很多的基本思想啊，跟现代的科学就某种程度上非常类似。那类似的地方就是说，哦，古代他们提出原子，现代也有原子，现代原子跟他们思想中的原子是完全两回事，所以那不是真正的重点。重点是在原子论的思想里面，它的因果关系的看重，而它的因果关系其实跟我们现代对因果关系的认识是几乎一致的啊，是一致的，也是通过物体的组成部分的交互作用来去决定这个物质的怎么样啊，比如说决定这个物质的运动，或者决定这个物质性质的变化。比如说哦，核反应，两个原子核要撞起来，然后你就知道物理定律就告诉你它会形成什么样子的一个核反应，产生新的核等等啊，释放出一个，这都是被决定好的事情。所以这都取决于组成分子之间怎么样的 interaction。所以我们就会发现，现代科学就告诉你说，你找到最小的组成分子，然后掌握它们之间的这个 interaction 的这个数学定律之后，所有的东西只是一个推导的工作。那这个是我们接受的。但是为什么这样子的想法在希腊世界并不是那么欢迎呢？啊，那这边你可以看得出来啊，在这个原子论里面的原子跟现代原子。那画面请下面的图。那所以在古代原子论的思想里面，原子还是有形状的，也就是说，
它保留的形状啊，那当然用不同的形状去解释为什么会不同的感官啊，那么不同的 size 啊，不同的 size 等等啊。那现代的原子论，当然我们今天所谓的原子并不是原子，那你把它们原子改想的时候，现代的话，我们可以把所有原子它继续拆下去，那我这个世界的基本组成的物质就是什么？就是夸克、氢子跟。几个作用力的交互的规范波摄子，那这些东西都是从数学上来看，他们都是没有，都是点状。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我们的这个基本粒子是点状的啊，而且是物理上的啊那种东西啊。所以，当然这跟古希腊的原子论里面的原子是差很远。但是重点我要讲的原子论跟今天的思想的真正血脉相承，倒不是这个原子的概念而已，而是它背后去理解这个世界的一个基本关系的方法，就是一切的因果关系并没有什么神秘，它纯粹只是原子之间的互动罢了。那原子也没有任何的意识，所以原子只有运动与不运动而已。所以原子与虚空就变成原子论，但可以想象到这是一种非常纯粹的一种唯物论。因为接下来你就会发现，啊，这个我们刚才都提到了，所以这边就是告诉各位说，那为什么会有原子论这样一种想法？就是如我们观希腊人观测到所有东西都会衰变，可是不会无限的衰变下去，因为无限衰变下去，这个世界是走毁掉。所以你可以某种程度上看，就衰变那种地步是衰变到不能再衰变了，那也就是怎么样？到了原子的程度，所以最后我们都可以理解说，所有的变化其实是原子的重新组合而已啊。那同样的，你要假设原子要去解释这件事情的话，必须怎么样？你要让原子可以运动，所以你必须要假设所谓的 void 啊，就是要虚空。那有了这样子的一个东西的时候呢，那你可以看到他们对虚空的这个 hypothesis。对这个巴里门德斯跟芝诺的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回击啊，我都有讲过了啊。好，当然你可以问说，那这个原子论怎么去回答金牛的诡辩？事实上，他们根本就没有去回答。那么各位可能会觉得这些哲学思辨好像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事实上不尽然，因为甚至到了17世纪现代科学已经萌芽的时候，当时的人对于真空还有许多的争辩啊。那当然我们后来都发现说，你是可以直接把空气抽出来啊，说里面什么都没有啊。那但是在当时还是很多人对真空有很多的争辩，可能今天完全没有这个问题。好，那当然从原子论出发的话，那你知识是什么？你还要回答一个基本的问题吗？知识是什么？感官是什么？好，那我们下一节再继续。在这个时间，我们点一下，顺便就是点到名字的同学，请你把作业放上好不好？啊，点到名字的话，你喊一下啊。今天是四月十四号。好，田医师，如果作业报告写好了，请上台。田医师，吴凯华，林婷婷，我。林婷婷，杨成祥，来了，把报告交过来。如果你的报告没有写好的话，那我就告诉你怎么办。薛婉瑜，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有时候交报告，有时候发现奇怪，没有交到底是人，是我没收到，还是他真的没有交？所以为了避免产生这种困扰，是吧？能耽误大家一点时间吗？王新义，
所以既然是这样，大家如果大家十分钟，我会提早十分钟下课，好不好？还是下一节都晚十分钟下课？我就提早十分钟下课，好不好？吹风啊，吹风啊，喝水，来，赶快。罗顺杰，王斌，请你照照顺序把它排上去。吴俊庆，吴俊庆同学，黄进发，黄进发的，古轩佑，赵杰新，翁国彦，李彦瑞，曾一舟。蔡正燕，蔡正燕，第二个，李星河，李星河，张志轩，啊，来，请把报告交过来。张维伦，如果报告没有写好的话，要跟我讲一下，我要记一下，我不知道到底是没收到还是没交啊。李正刚，李正刚要，李正刚有没有来？要，好，请把报告交过来。张龙龙，张龙龙，张龙有来吗？好，好，邱雨婷，邱雨婷，请有来吗？林彦平。杨朝安，杨朝安还有什么？有来吗？啊、哦，有，来喊喊一下吧，啊、哦，多点去爬下来。李宁，好、啊。张慧君，好。吴佩仪，吴佩仪。叶庭伟，杨胜杰。杨胜杰，彭国浩，刘成恩，刘成恩，刘成恩有没有？没有。邱威志，杨国霞，杨国霞有来吗？王建雄、郑仲哲、陈奇、陈奇、陈文渊、陈文渊、吴义祥、吴义彦、吴义彦、郑竹嘉、郑竹嘉、郑竹嘉的。朱红心，李继勋，陈永吉，吴树生，大家加过来，龙浩康。陈群汉、郭雅欣、林希玉、罗玉婷，我提早十分钟下课。那你可以想象，如果你有原子论的话呢，那你怎么去解释？这就是提到一个很重要，就是说现在科学的发展其实跟认知论一直有很密切的相关。我们到底怎么样，人类要产生正确去了解这件事情啊？那这个所谓的正确去界定的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可以发现说，科学方法它不是一个这么好像顺理成章的
要主旨不在。那你内科的时候呢？啊，如果能得蒙哥里德氏的话，知识者这个问题是要很难的。为什么？因为所有的感官都是怎么样？都是主观的，都是主观的。那每一个人呢，他的这个感官呢，啊，事实上你没有什么理由相信说大家的感受会是很大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啊，那你怎么去解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希腊的一个？你怎么会有所谓数学的这种几何的知识呢？啊，所以对他们而言，这其实是蛮困难的问题。那，从德蒙哥里德氏的语言呢，它有所谓这个啊，它把知识分成是啊，一个叫做 genuine 的，一个叫做 pasta 啊。那么也就是有些东西如果是通过感官来的话，是一个不确定性，也是没有确定性的东西的啊。那因为这个感官就是完全只是原子的怎样啊，运动原子形成啊。那么不同的原子呢，刺激到我们不同的感官，会产生不一样的感觉。但它没有办法对感觉这个东西有更多的描述了嘛？因为所有东西都原子嘛，所以能够产生感觉的那些原子的话，它就没有特别的去提啊。所以你就可以发现到说呢，为什么原子论在我们眼中来看，已经这么接近现代科学的这种思想，在希腊、古希腊并不是特别受欢迎，所以它慢慢慢慢就怎么样被取代掉。因为原子论在描写物质的现象的时候是相当成功的，的确。但是你要拿它来去描写生命现象就有困难，因为你没有办法去描述你这个人的感官就很困难。那你就会发现说，如果你要达到人的精神现象就更困难，你怎么去解释人会做梦？有原子论。你怎么去解释人会记忆？有原子论。那这个其实就变得相当的困难。那对古希腊人来讲，这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好，所以呢，在这边的话，啊，他们就有提到，就是那么就是在这个地方，原子论就没有那么的。那么论他们还是一个非常，当然他们没有闪躲问题啊，没有去闪躲问题。那么最从原子论来讲呢，他们就是认为说最真实的知识应该就是来自于所谓的因果关系，而这个因果关系是来自于原子的运动啊。那么。所以，如果你坚持下去的时候呢，你就必须承认人的思想也是一种原子的运动。那人的思想是，那这个和一个最大的问题，就如果一切是，所以这个是一个决定性的一个的世界观啊。那么，如果一切都是因果关系的话，那么人也会有自发性的运动，就是说，哎，你有没有自我意识？那你就会发现说，你很难想象在原子论里面能够容纳自由。那这也影响到啊，在整个西方世界基督教化，然后原子论，因为它的唯物色彩嘛，因为它的，那你可以想象是灵魂你怎么去讨论灵魂不朽这种东西，你也很难用原子论去讨论，对不对？说原子化所有东西是属于物质嘛，所以这个思想就长期的怎么样受到忽视嘛，这个它的背后的原因。那么狄更斯他是事实上啊，到底是一个希腊人，所以他们对数学还是相当的热衷啊，相当的热衷。那么据说呢啊，狄更斯他是第一个观察到啊，就是如果你会发现呢，你这个圆锥啊，这个圆锥的面积公式呢，就是底面积乘上高乘上三分之一。那这个是一个相当不容易的事情，可是他总并不知道他怎么知道。啊，我们提到阿基米德的话会提到，那阿基米德用他的方法是可以证明这件事情，这相当不能，因为今天你用微积分一下就做出来了，就是啊，所以当时还是很困难。对，那么德谟克里特斯的宇宙观是什么样子啊？那基本上并不是像你知道宇宙观什么东西，其实啊，在当时来讲还是相当困难，因为他们啊还是相当的。原始啊，那么
这个神风科学家都认为说地球是圆的，然后呢，一开始是从宇宙里面从那时里面，就是很多微小的原子的怎么样，在混乱的状况下慢慢聚合而成慢慢聚合而成的。那这个倒是，哦，就讲原子论去描写很多物质的现象的时候，其实都是还蛮不错的，哦，蛮合情合理。那么他也假设呢，会有许多，应该会有许多的世界。有些会成长，有些会衰败掉。那这个其实也是跟我们今天的讲法是说，你可以想象说，你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壳宇宙来了很多的这种恒星啊，说不定是有生命。那么要这个罗素曾经写过西洋哲学史，在他的书里面，他就描写说，他把德蒙特里克斯的宇宙论，就用雪莱的一句诗来。War and war are going ever, aspiration to decay, like bubble on the river, sparking frost in the water. 那这个就告诉你说，整个宇宙它的宇宙论其实是怎么生灭不息，就有些宇宙会产生出来，有些宇宙就消失了。一切都是原子，所以只要原子彼此互相剥离了，那这个世界就会崩塌掉，对不对？然后它们聚合在一起，这世界就会产生。但是没有理由说它为什么聚合，它是透过彼此的交互作用聚合的，然后经过一段时间，透过彼此的交互作用才离开。所以并在这样子的世界观里面，当然就不需要外在的任何原因。所以你可以发现，在原子论里面，所有的原因都是内在的，不仅是内在的，而且是动力学啊。OK， 好。那么德蒙格里克斯的作品实际上都只剩下一些。透过第二手的报告，我们甚至没有留下他任何一个东西。那主要的，我们对他的了解是透过亚里士多德，透过亚里士多德。那么他被认为是这个自然哲学里面，他们是被认为是一个强敌啊，是一个强敌。的确，你会发现，原子论在解释很多自然现象的时候，以亚里士多德的很多的这种所谓的他的学说来更自然。那么，然而呢，在我们讲过，在希腊世界里面呢，他们居于落于下风，因为希腊人希望哲学是可以同时解释生命现象、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那从这个角度来看，柏拉图的亚里士多德都比梅斯多德来的更适合。那德米克里特斯其实应该在很多方面都多很多的著作，不过都没有。我知道都是说二手。当然，最困难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从原子论去思想这个结果。那说德蒙特里克斯事实上是否定的死后会有灵魂，一切的人的就是物质。所以这个当然也是造成他在后代，西恩当整个西洋世界基督教化以后，原子论被认为是很危险性的思想，一点都不错。然后他流行的时候呢，实际上比较到17世纪的时候，所以他这长期就是透过他的亚里士多德的记载流传下来，但是怎么样，并没有得到更进一步的阐扬、引述跟研究。那么自从卡塞蒂跟笛卡尔才开始，那就是17世纪，就是漫长的2000多年。那么，那我们在后来提到说，到17世纪的话，所谓的唯粒子哲学，但是唯粒子哲学跟原子论其实已经有相当程度上的不同，但是一个重点是，基本上他们都认为怎么样，唯一的解释就是怎么样力学的解释。好，那么当然呢，我们也发现说，有一些在漫长的2000多年里面，还是有少数的人对于这个原子论还是相当的有兴趣哈，那几个名字呢，尼古拉斯罗啊。那么另外呢，在这个伊斯兰的文化里面也是有，因为无论如何，这的确是一个相当诱人的一个想法，因为怎么样 ，simple, reasonable, easy to understand, 对不对？那么但是呢，老师我讲的就是在他长期在2000多年里面，并没有什么。到17世纪的时候，慢慢回到思想的地位。
我们后面再会到十四，后面再提到现代科学的时候呢，还会再提到。那么接下来，因为我们进度严重落后啊，所以我再讲快一点啊。好的，那么接下来我要讲的呢是啊，第三节啊，第二章的第三节，就简单来讲，我要介绍的就是柏拉图。那么我想听过柏拉图吧？啊，听过柏拉图。柏拉图他是在雅典黄金时期出现的一个重要的哲学家。那我们今天啊留下来绝大部分希腊的著作呢，希腊哲学著作主要的来最主要的两个作者，一个就是他，一个就是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那么，但是在柏拉图著作里面，柏拉图几乎从来没有说过话，他都是用谁的声音呢？他都是用苏格拉底的声音。那么我们好像看到很多思想是用苏格拉底的声音讲出来，但是苏格拉底到底有没有什么说？那这个关系就不只是像《论语》里面孔子讲了很多话，对不对？因为孔子讲了很多话，我相信的确孔子有钱。但是苏格拉在柏拉图的对话录里面，苏格拉底讲了那么多话，因为那到底是不是真的苏格拉底，我不知道。这是学者不断在还有所争辩的一个问题。那我今天就不谈苏格拉底，我们就直接谈柏拉图。那么你可以看得到呢，有一位重要的哲学家华海德呢，啊，华海德啊，他曾经就讲过这样一个对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一个论。那么他说，欧洲哲学的传统呢，如果讲起来呢，啊，就是沿着柏拉图的主题在走啊。那这是一个非常高的问题啊，我们基本上就是说西洋哲学，但是西洋在柏拉图之前。希腊哲学已经走了很久，但是对欧洲的哲学传统来讲，柏拉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后代的人都大部分都追随着他的传统，不是他是追随亚里士多德。那么柏拉图的著作呢？啊，就留下许多啊，许多啊，有36部的对话录，还有13篇书信啊。那么当然，这些是不是完全都是柏拉图写的？有些就是可能是有人脱敏的，因为你知道古代嘛，所以著作是他写的，这个很难讲。但是呢，有相当多的部分大家是不会提出来的。那么在他的著作里面，他有一卷特别奇特，就是在描写苏格拉底怎样受死，然后啊受死的这个啊部分。这里面呢，柏拉图只有在很少数在他自己的对话录里面出现记录是这样的，那个是菲迪欧啊，菲迪欧的话呢是最后一篇啊，北欧篇就是在描写苏格拉底怎样受审，然后判死刑，然后不得死。在他的对话录里面啊，柏拉图从来没有亲自的讲加勒比多。那你看到那个图案呢？那个是柏拉图跟苏格拉底，就是中古世纪的人所想象出来。好，那么我们后代人对柏拉图的了解呢，很不幸的是模模糊糊啊。传说中他也是四处的游历，你可以发现到古希腊哲学家似乎到处游历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那么，但是呢，据传呢，他后来回到雅典，就是建立起第一个西方哲学里面。严格意义的所谓的学校，那我之前讲过啊，毕达哥拉斯所成立的是一个类似教派的东西，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团体。那么，但是呢，这个柏拉图所确立的 academics 呢，是第一个完全是学术性、不带宗教性的这个。那这个东西呢，一直是到了公元前84年，被罗马将军苏拉怎么样攻下这个雅典，都被破坏掉。那么。后来他又把它重新修重建，然后一直怎么样运作到公元529年，他是被查，他是第一大帝把他换的，因为那个时候认定说柏拉这是异教的思想啊，而当时整个东罗马帝国是基督教化，就是把他换，而他就这样运作了蛮久。好。那在这边的话，柏拉图的思想当然非常的丰富，但是我这边特别注重的是一个他的所谓的理性。
idea。 那这个 idea 呢，说实在话不太容易理解吧，就简单的来讲，它是说有点故意发呢巴尼德格斯的想法。巴尼德格斯的思想里面告诉你，所有存在的东西是不会变，对不对？所有的这个运动啊、变化都只是一种，都只是我们的幻觉啊。但是在柏拉图的思想里面没有那么极端，但是在其实真实的存在的东西叫做理性 idea， 而这个理性是的确是不会变的。那我们对这个世界上产生出来的那个感觉，事实上也的确是一个幻觉，但是它跟生物的跟一个物理的性质来说，那个幻觉是怎么样？那也就是说，如果你要得到武术的知识，你要怎样才能找到所谓的理性 idea？ 那在这个西洋哲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比喻，说黄花梨。那叫 allegory of care， 我不知道你们有听过洞窟，洞窟的这个预言。洞窟的预言呢，虽然它都写在它的 republic 的词上面，对，如果你从来没有读过 republic， 共和国的话，非常建议你该读一下啊，这绝对是值得读的。那如果你想读英文的话，也有不错的中文译本啊，可以看到。我相信学校都是翻译，你打古拉姆三个字，应该就可以。我相信你有非常的经验。那么在他的这个预言里面，他讲什么啊？这其实后面的话是什么？他是这样子，他在柏拉图里面，他就讲了一个预言啊。他说，在有一个大洞窟里面，那大家每一个人呢，怎么样，都怎么样，都被束缚在一个墙壁前面。那么很多的怎么样，就是好像是囚犯一样啊。那你可以看得到像这样子啊。好，那么有很多的囚犯就被怎么样锁链锁住，然后都没有办法动啊。他头刚一出生的时候就被锁在那边。那只有他们呢，这个所以他们的脖子里面锁住，所以他们只能看着在他们前面的墙壁上。那么在这些犯的后面呢，有一个很大的萤火啊。那么在火跟这些囚犯之间呢，啊，有一个什么通道？那意思是通道，你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在那跑来跑去嘛，跑去。好，那可是呢，因为这些囚犯脖子都被锁住了，他们只往前看，他们前面有一个大墙。所以他们就看到呢，他们会看到很多的阴影，对不对？后面有一盆很巨大的火，然后呢，在火跟这些囚犯中间有一个通道，上面仍然有火，不是很奇怪，对不对？我想象一下，那这些囚犯的话，只会看到什么？就是只会看到前面的阴影，对不对？他也只看到阴影，那你会，那对这些囚犯而言呢？啊，但他们的头被锁住，说他们看不到隔壁的人。所以他看到隔壁的人，也是看到他的阴影的，他会觉得对方只是个阴影，对不对？啊，因为他完全就看不到对方。好，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还是看到后面很多的人啊，很多人事物啊，哈。可是他们永远都只看到阴影而已，对不对？好的，那么如果呢？那么在这个洞窟的神话里面，讲话的人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就讲。假设这里面有一天有一个囚犯呢，啊，突然之间他的锁链断了，他自由，然后他站起来走出去，然后到外面看到太阳，然后他突然之间他一定会怎么样？不习惯啊，然后慢慢模糊的醒了，等他张开以后看到，因为世界不是阴影，世界是真实的，对不对？啊，是这个我们看到的。那你看这个样子呢？那这个。之后很不幸的这个囚犯又被抓回去关了，可是当他回去关的时候呢，你可以想象他对他的同伴会开始讲说，我们看到的都只是阴影，并不是真实的世界，真实的世界是怎么样啊，更为多彩多姿生动的。那么那这样子他会怎么样呢？这个人在这个囚犯里面一定会不排挤，对不对？因为他所讲的东西完全是超乎其他的所想象的范围之外。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预言里面，其实柏拉图想要讲什么？就对柏拉图而言，我们今天在感官的世界里面所产生的
察觉到的失误，就好像是那群囚犯里面所看到的阴影，是那个阴影。而真实的这个东西呢，真所有的这个我们看到这些阴影的来源是背后要有一个怎么样啊？是要光啊。所以这些太阳是所有的所以在这个洞窟的这个预言里面呢，苏格拉底就问这个那个人叫格拉考，他考虑一下啊，他说，你可以想象得到，当这个人在回去洞窟的时候，那是有多么的难受啊。那么他认为说，你认不认为这个人回去以后，这个洞窟里面的所有的荣誉啊、赞美啊、奖赏啊，事实上都没有什么意义，就是怎么样，能够再回到地面上看到这个真实的世界。啊，脱离这个黑暗，啊，值得上一切的东西，对不对？所以在这边的时候，啊，这其实柏拉图的这个预言有两个含义啊。一个当然就告诉你说，在柏拉图呢，他用这个预言在表达了一个学说，就是理性的学说。那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东西，其实都在现实中，对不对？但是这个东西并不是真实的东西，它只是一个影子而已。你会看到它，但它不是真实。因为你受到的束缚，你受到什么东西的束缚？从柏拉图的眼中，你受到的是肉体的束缚啊。那这个跟你可以知道，从毕达哥跟阿斯泰斯他们都认为说，这是从印欧民族里面原始的信仰萌发出来的信仰，对不对？人的灵魂是受到肉体的这个限制，所以我们只能看到怎么样啊，并不是完整的。但是我们的灵魂有办法，如果可以提升我们的灵魂的时候。承受这个真理的光芒，我们可以看到真实的实相。而这个真实的实相是怎么样？是不会改变的，真实的东西就不会改变。所以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理解，巴德林当时讲的并没有错啊。从柏拉图的观点来看，那真实的世界就是这些真实的事情，从来就没有变化过。真的变化过，是因为是怎么样？就像阴影一样啊。所以这个是当然就是这个阿格里人呢，啊，在这个在柏拉图自己的对话录里面，他就解释了他啊，他说你看到了这个你眼睛所看到的这些东西呢，啊，怎么样？其实都不是最究竟的真实的东西，最究竟的真实的东西是你必须离开这个洞窟到外面去才能看得到。所以这也就是一个西洋哲学里面一个一直啊影响西洋哲学非常深刻的一个概念，就是海蒂。那从这种观念出发的话呢，你可以了解这很容易去结合到一个特定的东西，对希腊的观念就很容易去结合到一些东西，像数学知识，实际上你可以想象得到，我们今天。你没有办法画出一个三角形，是既不是钝角，也不是锐角，也不是直角，它总是其中之一。但是你在推论三角形的性质的时候，你在证明它的性质的时候，只要你可以怎么样用到这些性质了，一样可以证明。虽然你明明在图上面画的是一个锐角三角形，但是只要你在证明的过程里面没有用到它锐角的性质，你还是证明的是一个一般的三角形。那换句话说，三角形的这个概念本身是。超多啊！那三角形的概念里面本来就不会限定成锐角、钝角或者直角，就很简单。如果锐角、三角形才是三角形，那么钝角、三角形就不是三角形，对不对？但是他们都是三角形，所以真正三角形的底形是不会包含这些东西。但是在我们的脑海领域里面，画形成这样子的一种像出来，对不对？所以就是告诉你一个普遍的像，我们没有办法在脑海里面。变得像，才是最究竟的东西，才是最究竟的东西。那我们为什么只会看到阴影？因为我们借着我们的感官，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形成的像，都是受制于我们的感官。但是你如果去得到那些不是受制于我们感官的知识，答案是可以的。只要打开你的理性之眼，也就是说，你可以直接看到理性的话，那么你可以直接。承受这些
永恒不变的知识。所以所有永恒不变的知识，就是来自于那些关于永恒不变的对象的知识，对吧？好，那在这边的后面有提到了啊，所以这边就提到所谓的 walls， 所以只有这些底层的知识呢，才是真实的知识，才是真实的知识。那另外一个含义，在这动物的这个比喻里面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含义，就是它表明了哲学家在一个社会里面呢，怎么样，他有一个任务，他是要把真相带给他的同伴，但是这些哲学家也一定会遭受到怎么样，这些同伴的什么，这些同伴的什么鄙视。因为当你一旦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再回来，你告诉你的同伴说这个不是真实的，那你势必是要出卖他的。那当然，在这个柏拉图里面的这个，所以这柏拉图里面的东窟比喻里面是有一个非常丰富的含义，非常丰富的。这当然是建议各位还是要看原文。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我们把它简化来看的话啊，那柏拉图的这个所谓的理性论啊，理性论。那这旅行论里面呢，The theory of forms, the theory of ideas。那就告诉你，这个旅行基本上是非物质性的，是抽象的，但是它是怎么样？是 substantial forms， 是实质的，所以实际上存在的东西是那样子的东西，而不是物质世界里面的东西。所以这个是希腊人的。你可以发现，就在这样子的架构里面，他巧妙的去结合一与多，变与不变，对不对？他把真实，但是他把真实这边是放在一这一边的概念理念是一，这不变是真实存在的。堆高的多是怎么样？感官的，那么是不确定性，对不对？那么柏拉图呢？有时候当然这些学说。到一种地步上就非常复杂，因为你要去解释外所有的东西。所以你可以发现说呢，在这边的话，但是呢，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在这边，在他的这个思想里面呢，他巧妙的融合了什么？巴赫尔尼德斯的想法，比翼跟拉比翼。对，在巴赫尔尼德斯的想法里面，拉比翼就不存在，但是在柏拉图的思想里面，它不存在不代表它没有效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哲学思想，不存在的东西不代表它没有效果。事实上，这条的思想，甚至后来影响，借着他进入了基督教，就会到达了奥古斯丁的哲学系统里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到了基督教里面，你要去解释说为什么有上帝存在，有一个全能而且良善的上帝存在，世间还会有恶，对不对？那么你可以发现啊，这个其实。有趣的是，在柏拉图思想里面，他这一点也关提出一个现实：存在是对应到的是 good， 不存在对应到的是 evil。换句话说 ，evil 从来没有存在过。另一个东西的实质是 evil。那你大概就说那胡扯，那明明就有 evil， 对，有 evil doer， 但是里面 evil 是没有实质的东西。evil 是一种欠缺的状态。当他欠缺的 goodness 的时候，他呈现出来就是 evil。所以你不能说有一个空洞，这个空洞本身就存在的，空洞只是空洞而已，它并没有实质。所以用这样子的方法，你就可以解决了一元论里面长期受到困扰的一个问题。因为一元论的话，这个世界如果是 good， 不会只能 evil， but from the bottom of the goodness， 没有当。说你只会在这边怎么样缺席的时候，就是 evil， 所以 evil 并不是真实存在的东西，因为真实存在的东西总是好的东西，这种把好跟存在连接在一起，这是一种非常非常重要，这个这样子的思想影响了西洋哲学真正两千多年，那么。那你可以看得到啊，就这边理型 form 对应到的这边是 matter， 所以形式跟质量，那所有的东西，但这样子的话，那我们来看这个东西总是有形式有形
态跟资料，对不对？我们今天所看到具体的东西都是有资料跟它的形式在。但是呢，你可以再想象得到形式，任一个形式呢，你可以再把它分解开来，它形式里面它有资料的部分跟形式的部分，就可以再抽。换句话，每次一个所谓我们所谓的抽象呢，就是从具体的东西里面把 material 的部分怎么样，跟形式怎么样分离，得到你去 form。但是你得到的风不是最高的风，所以你可以再分离一次，这样它 form 里面的 material 跟material of form 跟 form of form 分离开了，再做那样子不断的上升的时候，最后你会得到一些 form 是 number 啊 geometry form virtual perfect form of everything 那样子。所以提升到最后的时候，事实上你会发现说，你最后不能再往前再提升，就是开始出现什么数字。几何的美德，这些东西是提升到最高的。所以到最后，这些再往上的时候，就最进入到什么？这个态，态观理。这个我们翻成态其实有点不好，因为态是中国早期的那种最高级，但是我们把它翻成一种，这有时候也会误会。但是你会发现说，这样子是形成一个有阶级式的一个社会，阶层式的。世界，而这个世界等一下是什么呢？是没有 material 没有 form 的 material 是怎么样？是在对等下，而是 shadow。但我们人就处于在这两个之间，我们的感官，我们通过感官的知识，这个感官是通过物质的，对不对？但是我们通过，但是我们这感官的知识本身并没有价值，重点是在感官后面的那个。也就是说，我们后透过我们的理性，借着感官得到的知识去怎么样，更进一步得到。所以，当你在做几何证明题的时候，举例来讲，你眼睛看到这个三角形，可是你的理性看到了，你可能画出来一个锐角三角形，那不是重，那不重要，你看到的是一个三角形，看到一个是一个三角形，既不是锐角，也不是钝角，也不是直角的三角形。也不是啊，那这个三角形也许用墨水写画出来是黑的，可是你看到的三角形是没有颜色的，因为你的理性看到的三角形是超越颜色的。OK， 能够理解这样的东西吗？啊，或者你以前有接触到一些柏拉图的事件，我想我这样的解说应该不会，应该还算中肯，希望。因为当然啊，你可以知道，对哲学学说后世的一个回答有各式各样的，所以。到底柏拉图真的是怎么想？这个是学者们才能研究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的是，大一般的以任何的柏拉图学说基本上是这样一种形式。所以对柏拉图而言呢 ，form 并不是一个在真实的空间里面有个扩展性或者存在在时间里面的东西，而是一种超越时空的存在，一种超越时空的存在，也就是它是一个 abstract 的 object。所以这些抽象的东西才是真实的存在。但我们认识到这些事实的东西，只是这些理型跟物质怎么样 ，form 跟 material 怎么样结合的中间产物吧。那如果我们要得到最真实的真实，我们必须把 material 分成两边。这是柏拉图。好，那这个呢，事实上在这个除了 good， 之前我们都用话说 good、evil、being 跟 not being， 对不对？事实上，更进一步，在柏拉图的这个想念篇里面，他把它连接到另外一个概念，就是 beauty。那我们之前有提到，那其实你可以看见到，在柏拉图世界能够受到什么？说当然一个很重要，是受到巴门尼德斯的影响，对不对？但是他比巴门尼德斯更进一步。对不对？他把这个 being 跟 not being 是怎么样合在一个世界观里面。那么更进一步呢？啊，他把美这个东西也放进来了。什么是 beauty 呢 ？Form of beauty， 就美，什么是美？拥有着美的形的 form 的理型的东西 ，is not everywhere in another thing in an animal。Or in earth, or in heaven, or in anything else, but itself, but itself
把 itself 为 itself， 所以美有一个本身，一个东西是说我会有美，一个东西是说你看起来美丽，是因为它 share 到美的特性，所以美是有一个本质存在，美才是本质存在的东西，而这个东西跟 good 跟 begin 都是在一起。好，那么当然啊，在另外一本著作，这个是这本著作特别重要，这个是在中古世纪的时候，柏拉图这原始的著作只有这一本书是留下，其他的柏拉图思想一切都阿姆斯丁传下去，所以事实上是阿姆斯丁所接受的柏拉图思想都不太一样，是新柏拉图主义都发展到了晚期啊。说，所以这边就讲了，在这个著作里面呢，它有什么？The thing are so, we must agree that which keep its own form and change, which has not been flowing into being and is not destroyed。所以你看到有的东西怎么样？它不会被毁灭掉，这理性本身是不会被毁灭的，因为它是永恒存在的东西，不变的东西。你而且是超越时空以外的东西，所以它当然不会被毁灭掉啊。所以他自己也不会怎么样啊，你那里他也不会从别人那边接收到什么东西，他也不会进入到任何其他的啊。Nor is there anything anywhere with one. OK，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决定就是一个。他把这个东西身上就，你会发现说，原子论的话，描写物质现象就很容易，但是你要描写生命现象、精神现象是相当多。但在柏拉图的学说里面，似乎这三个都没有特别的问题。那事实上，在柏拉图思想里，物质的部分是他认为是最怎么样、最重要的，而精神现象是最重要的。好，所以。但是接下来这后面有一个另外一个其实是啊，在希腊世界里面非常独特的东西，就是那个宁静 God 的概念，神的概念。那这个神呢，并不是我们平常，并不是你平常想象希腊神话里面的神，而是一个 rational， 是一个理性的神。它能够在 chaotic order 里面让它怎么样产生秩序出来。啊，那它同时呢啊。但是这些 matter 本身呢，还是有它的本性存在。那么，所以这个 God 在柏拉图思想里面的神的话呢，啊，所以发现，啊，这些，啊 ，the one, the good, the beautiful， 啊，那这个其实就是怎么样，啊。
这个东西是怎么组合出来的，我们分解它。但是它并没有原子的概念，它的这个matter 事实上其实是都是一个 perfect form。所以就是说，你可以发现 matter 它这些 perfect form， 这个 form 本身就是怎么样，是它的追求是 perfect。那当然你会觉得说是很奇怪嘛，但是我讲过，因为对柏拉图来讲 ，form 是 perfect， 是 beauty。你一定是要有对称性，要有美感，然后和谐的东西才会是美，而和谐是美，这些东西一定是怎么样？就是纯真正真实的纯美的东西。所以他甚至可以去解释说啊，这个东西怎么会改变啊？肯定是这个把这个组合起来，比如说这两个东西组合起来，就可以讲这个被分解成这个啊。那当然，这个其实今天来看没有什么特别。大家寻思到，但是比较真正重要的是，从柏拉图这种思想，从他理性的思想啊，所发展出来的天文学，或者啊，那他的社会学基本上，这第一个，他们认为所有的东西是不是都是怎么样，都是圆，对，圆是一个最完美的一个形体。所以这个你说为什么星球要是一个完美形体，没有这么道，但是。对柏拉图而言，这些东西本身是怎么样？是不会灭亡的，所以它不会灭亡，必须是完美的。因为是完美的，说几何上它必须是怎么样最简单的。所以这个就是怎么样？它已经是球状的，是球状的。那么柏拉图跟当时所有的大部分的希腊人一样，都认为说地球是中心，然后这个是水星、金星，所以这是月亮、水星、金星、太阳。然后外面这边是什么？所谓不动的星星啊，不动的星。但是呢，啊，其实这一套的东西是后真正发展出来，就是柏拉图，而是他的学生 Eudoxus 啊。那我接下来各位来介绍他的这个天文系统。好了，那我今天。